你们吃的东西，你们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可以互换个电话号码，就不是陌生人了。还是不行，等你们长大点再说。去吧。兰兰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不是说好了我去接你的吗？我改签了，早一天回来。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，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也不是我的生日，也不是我们俩在一起的纪念日，也不是徐港涵被抓的日子。今天什么日子都不是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我就说嘛，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重要的日子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好可爱啊！我自己也有一个。原来是一对啊。张总，班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请坐。哎呀，关总啊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一年前还是我要投资你，一年之后的今天，就变成你收购我们了。不是风水轮流转，是生意本身就是这样。每一家公司距离倒闭都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要留在公司。张总，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。我们都是开公司的，看着公司一步一步走到这样的地步，心里确实没有办法接受。但现在这样的结局，确实是您一步一步造成的。张总，你可以选择不卖公司，但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破产清算。到时候，我们再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收购进来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市面上没有几家公司能够收购。你现在拿钱走人，虽然说不在公司，但至少在我们的经营下，它能一直活下去。可是，张总，以我对您的了解，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意人，只要钱给的够多，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，这是我们给出的最合理的价格，够您带着您女儿活下半辈子了。张总，我们还有其他事情，你先考虑吧，考虑好了，电话联系。不用电话联系了，我同意把公司卖给你们。我去接女儿了。舒服，爽，解气。关总，这算是你报的最后一个仇了吧？这可不是在报仇啊，这是正常的生意。说得好。老板，您的牛排好了，可以为您上吗？早不上晚不上，非得这个时候上，没看我正忙着吗？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给我轰出去！卡 ，OK， 非常好啊，大家准备下一场。辛苦了，导演。谢老师。辛苦了大家。这场 OK 了，下一场呢？他们转景需要2个小时，你现在可以回车上休息一下，我跟你对一下明天的通告。明天是你2点从你的酒店出发。明天的通告都推了吧？作为经纪人来讲的话，我当然会拒绝。
但是作为女朋友，当然可以了。干嘛？明天要跟我约会啊？